虽然输了球，但是在来看球的侨胞及留学生心中，这些中华小将还是大英雄。 但是小朋友们不这样想，比赛结束，一个个哭红了眼，低着头走出球场。捕手高宇杰哭得说不出话来，大人忙着哄。怎么难过？不要伤我爱死的威廉波特。没关系。谁？真的好。没关系了，杨俊已经不错了。我们已经尽力打了，虽然大家已经没有遗憾了，不过输了还是输了。 投手欧进的话更让人听了好心疼。很自责自己没有投好。真的，不要哭了。教练李正达也说，小朋友都尽力了，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打国际赛冠军，好，不是单一学校，这样他们已经尽力了。 虽然结果不如预期，但在离开球场之前，每个人还是都在球场留了一些泥土带回家做纪念。不管如何，这一次再在威廉波特看到台湾的队伍打进决赛，对很多侨胞来讲已经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美国球迷也对台湾小将们的这个纪律以及球技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这一次龟山国小小朋友们也许是输了球赛，但绝对赢得了友谊。TVBS新闻范启培、黄松浦在威廉波特所做报道。